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要精神哈。一、那个即刻了，中岛要食饭哈。啊，所以大家别在度孤哈，应该别度孤了哈。我再要来是伫高铁哈，啊，看一轮报纸，迄、那个头条新闻哦，写啥物事？笑死人呐、啊，啊，笑死人啊，嗯，奇怪。这笑死人哦！结果是马英九哦，迄伫个外国对外国人一个会啊咧讲吼，讲啥来？讲迄个鹿啊，迄鹿茸啊，讲鱼啊内底哦有毛啊，哦啊人家笑死人吼！我在这我问一下看，迄个鹿茸叫啥物物件？哦，鹿角干那个奇怪。啊，大龙比马英九较敖哩噻！啊，真啊笑死人哦，奇怪，靠人咧选这个总统诶，讲连迄个肉肉咧，讲迄落啊耳啊内底毛啦，说无怪迄网络有人会惹你噻，讲无怪哦，迄、那个公卖局诶做诶酒吼，有迄肉肉酒啊，还是壮阳诶，佫无效吼，原来内底就是无放迄个毛啦，迄耳啊毛伫内底啦，啊所以无效啦。你看即、這个，真正笑死人吼！啊，讲个笑死人吼！我讲一个笑话人吼。阮高阳吼，有一个问讲吼，啊，你头路是啥物货？伊讲我头路了美容啊，吼、哦，化妆美容啊。啊，伊讲化妆美容，啊，你看拢结一个面吼，拢无笑容安尼啦。啊，你是甲啥物款个伫咧美容化妆啊？啊！写了无笑容安尼啦，阿姨大讲咯，嗯，啊，我了改了，迄个翁星吼，死人咧化妆吼，啊，所以我袂在笑，那笑讲笑死人，那笑死人诶嘛。再讲，好，那大家要靠精神啦吼，真啊笑死人，迄马英九真啊笑死人吼，讲迄落话，来，希望与等待，用这个题目吼。因为我看一本迄个法国迄个大文豪，叫大仲马。哦，恁老尊听过吧？见吼，这個、大仲马伊写一本的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伊个男主角哦叫做 Adamantis。这個、男主角原来是咧行船的啦，啊，无啥捌字啦，大无字吼。伊咧船帮都行一个队呢，迄落圣赫勒纳岛的时候，咧关拿破仑的所在啦。啊，伊顶到就走迄个岛了，对吼，拿破仑吼，总驾一辆兵，拿破仑大家知影嘛吼，拿破仑吼，啊驾一辆兵啦，而且这辆兵也去等于法国啊。结果这个故事吼，演变到有多精彩吼，因为这辆兵。造成伊整个人生的改变。伊即摆来伊一个迷魂车吼，从到尾也互伊个检查看百只物。啊伊安尼判十四档吼，伊坐落十四档啊，我这十五年吼，伊减我一档啦吼。啊迄个绿岛吼，我正看，迄个岛有含阮即个绿岛要小城小城。因安那伊讲暗时吼，咧困咧拢有听迄个海水的海浪吼。迄个打在迄个礁石上吼，啊，轰轰迄个声啦。嘿，啊，我伫里底那闲咧呢，你暗时咧困的时吼，唔熬咧海水咧海浪哦，轰轰迄个声吼。所以我伫想讲吼，即阿弟们登梯时吼，伊伫个岛内底吼，类似好蛮伫里底咧生活要休闲哦，但是较好运啦。伊安那呢？
伊拄着一个爵士了，吼、哦，一个新书，佮相当学识真悬的，而且佮有安那呢，佮好雅，又饱尝。所以这个阿德曼登铁树伫内底吼，得这个爵士吼、哦，教伊八字吼，啊教伊啥呢？把伊一生所有的这学生哦，拢教这个、这个、迄个状元啊。这状元啊，到尾十四人出来时哦，腰身一变啊，总比这基督山伊个其他一个基督吼、哦，用迄个爵士的对啦，腰身一变变爵士。风度翩翩，啊！而且佮学着宝藏，落咧爵士吼，好嘢，宝藏学着，了开始计划安那呢？计划吼，变到报复啦。吼、哦，因为十四人出来了后，因为魏延奇迄个检察官霸占伊嘛，啊！而他因整个吼遭遇的迄种吼，迄时吼，特地大人去看即本迄、那个基督山恩仇记吼。所以出来呢，有恩报恩，要有仇就要报仇，吼、哦，这部册足精彩。但我结论起来的时阵吼，伊安那呢，就甲人讲吼，人是生活伫啥呢？希望与等待中啊。所以十几档的迄个楼内底吼，哎，我阵也无体会呢哦，我是十五档啊，哎，十五档的时候我唔知影讲吼。要怎么希望与等待？但是呢，当我看了这部材料的时候呢，老实讲，人生真爱生活在希望与等待中。因为你参加民政府了的时候，你的感觉你希望什么，在等待什么？这个答案慢慢就会揭晓。所以我用这本册做这个开头，希望与等待，有些可能台湾民政府，哦。即几当来一直努力打拼，特别有成果，啊，所以用这个题目。各位知影中华民国流亡来遮的时阵哦，阮迄阵啊伫校咧读啦，讲这叫做招罗的啦，招罗见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着顶社会派咧吼，啊，一部宪法吼，无用的宪法拢派咧，啊，当地走咱台湾。另外，在这中华民国宪法是1947年1月7日时哦，公布要实施，但无实施呢。1947年，因为咱台湾有发生一个2.28的事件嘛，1947吼，哎，那时阵赶快伫中国的时阵哦，因国共等咧查，所以这部宪法无用啊，无用个啦。1948年的过年，四月时阵呢，伊那呢开始冻结。用戡乱时期哦，临时条款把它冻结掉，所以你中国大陆就无用啊！啊，因为你冻结时阵哦，把中华民国所有内底宪法拢一直无采用啊。所以我讲台湾呢，唔是连中华民国宪法内底，啊，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底，你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写嘛，你中华民国将于哈非经国民大会。通过不得变更嘛？哎、欸，啊，即马恁知影吼？台湾无国台，你知影？无国台啊！啊，你现在咧电视也写较清楚。嗯，啊，以后领导是要变更的吼。佮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无把台湾列入是迄个因中国领土吼。佮哪个因较早来讲啦吼？伫1936年呐，因当初呢5月7日叫做五五宪章啦。五五宪章内底呢，所有内底定的哪拢无台湾，干啦唯一哦内底较清楚是蒙古啊个是因个啦，所以有人吼那个红烧啦，讲吼迄个马习会、马英九甲习近平吼，我那边见面开会吼，要第三个所在吼，啊人个建议啊，啊不就走蒙古遐，吼、哦、去蒙古的时呢？那习近平去蒙古，伊变做中国区的区长啊，一个区长尔尔，又伫大中华民国内底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真趣味的代志，你知？所以伫因的宪法内底，拢无咱台湾是中华民国的，就是抓头甲抓尾啦，吼、哦，拢总无啦。所以这点大家确定有咧信心哦。所以中华民国伊走落过来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宪法派来即个家用。
我讲伊这样到目前哦，等于一个坑尔尔，你知无？因双击卡炸迄落过来了吼，吼，干那炸迄个中华民国迄个壳过来。啊，开始我有啥啊？因为咧，我有饲过寄生啊吼，北起来讲寄居蟹啦，寄居蟹大家听有无？迄寄生啊嘛吼，啊寄生原来迄个坑哦，含迄个肉身吼，唔是天生落安尼，你知影无？伊大只时哦，必须要去换壳啊。伊若无换壳的时哦，会翘伊啊。啊，所以吼，我着有饲了这寄生啊，这个经验哦，用这个上课哦，甲各位报告恁知影吼。我去年的时阵哦，去基澳啊，咱高雄基澳吼，基丁啊，一船啊过吼，买两只寄生啊。啊，你啊寄生，我等于用鸟笼啊饲了伊啦。但迄个啊，唔知影吼。一只迄个脱本自由啦，沿咧沿迄个贡吐起来，啊，下拢现挂拢走出嚟啊！我计在讲奇怪，啊，连只也脱本自由咧吼，遐走出了时吼，我就找啊，吼，所有的客厅、灶卡找。我唔敢讲上大声吼，一讲了，迄电会烧到，你知吼？我怎啊伫内底用电的时阵用单线的，啊单线电袂惊，你知？到尾用双线呐，我伫监狱总部咧用电的时阵，双线呢透过心脏啊，吼，伊叫双线。啊电的吼，你若无迄类时阵吼，迄个会烧到，你知吼？脑壳会烧到，啊无安那呢，心脏会休克。啊，所以我当天公我惊吼。上天荷兰啊，那迄个我的 R 较悬啦，伊 S 叫做电流嘛吼，啊，迄个 R 叫电阻啦，吼电阻吼，所以电流过来时，我电阻较强吼，煞变安那呢，迄小电甲电无解掉啦。啊，第二你唔知呢，迄时间今日无时间好讲这個电啦吼，我是多利用这谈多那电开多迄个总失灵以后，那讲这个电有机会，那甲各位讲啦吼。迄、那个寄生啊吼，啊我就开始找无了吼，我算啦，吼、哦，等后若死吼，啊有迄个味出来时吼，较来啥，较来找落去啊吼。结果安怎呢？迄、那个外厝边呢，到四个月了吼，我唔捌即时断言，到一波时啊吼，我有代志要转去治疗吼，迄电话甲拍着，哎呦，较早在伫迄个客厅啦。哦，我讲咧，找拢无啊，即几间锁出来呢？我拢甲落去了，阁用迄个地咧吼。啊，我就去问迄个卖寄生的，伊讲这样呐呢，伊暗的所在啦，伊爱暗的所在。啊，我迄个料心吼，结果锁出来啦。迄锁出来，伊离开迄个壳，你知影无？啊，离开壳的时吼，我想下可能热的款哦，啊，我找电风呢。哦，这咱饲这个物件，爱丽亚讲个也吹电风，爱说出来是毋是八多腰啦？但是咱另外一只都买呢，为啥这只会呢？哦，结果我下棚过好食呢，我第三只了哦，这只都是跳伊啦，啊，我想拢无哦，啊，闲啊，该跳伊，我咧走去问迄个卖寄生的，讲啊，较会总迄个说出来了哦。唔知弄袂起，阿那较巧伊啊！伊讲哦，伊说出来哦，就是要找新壳啦，比迄个原来壳较大个啦。因为迄个壳哦，已经容纳袂落啊，堆袂落啊啦。吼、哦，所以爱找比迄个较大个壳，迄只寄生啊吼，伊较让生活啦。哦，带我这灵感，我想了旧年哦，吼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啊，你台湾吼，即个中华民国即个壳。啊，咱遮所有台人，好像芝麻肉，好像寄生迄个肉，你知？咱会大呢，啊，迄个壳袂大，啊，你壳袂大时哦，当大啊摩天大时，我阿要去找新壳，阁找无时哦，我阿只好翘伊。所以咱台湾带着中华民国这啊，这个壳也无揢掉伊吼，所以台湾咱这两只含这中华民国合作伙哦，都爱从迄只寄生拢翘伊啦。
所以我有一个结论，就变成咧，这个壳中华民国的壳，必须换下来咧，换咱台湾民政府啦，是不是咧？有咧假声啊，这个今麦一直大声，就是咱本身在本土大人起来只直直咧大。但中华民国已经全世界无当承认伊啊！你叫苏基文的时喏，这世界啊，来用罕见的爆发救着因啦。然后呢，美国为着维多共产集团，所以咧联合国内底承认伊啊，伊代表那呢全中国。但各位种奇怪，伊咧伫代表全中国是为啥物伫咧讲用赶出来？为啥迄个时阵美国还承认伊？即马咱若要入面呢，联合国爱甲赶出来，甲复决。哎，奇怪，啊，迄阵啊，因中国要入面，却无甲复决啊。为啥呢？证明中华民国是流氓的政府，流氓政权。二次大战的时呢，法国和希特勒攻入面，对不对？法国啊，结果呢，因流氓啊那呢，去伫伦敦，叫做法国伦敦，因流氓底下。但是你对外全世界，伊那是代表法国。但是呢，啊，法国的德国占伊啊，为啥你会当代表法国？但伊在全世界承认伊，啊，承认咩？伊是流氓政府的心。结果，二次大战结束，希特勒是要离开法国，才会能够倒转来，还是代表法国？但是中华民国的心呢？你离开迄搭遐了后，无机会通去倒转去。你无能代表全中国，所以因为是1972年的时阵，去用赶出来。为什么？阿辉33个国家嘛，伊甲美国呛声讲吼，地图拍开，无论人口，无论土地，拢是占特别亚洲这来遮，欧洲这来要五分之一了。为什么一个小小台湾这来代表全中国啊？啊，这不合理啊！所以讲。美国你若要改变政策，安尼阮阿辉33个叫第三势力，那时候第三势力，阮要来支持安尼呢共产集团，所以逼美国哦改变政策。所以联合国的时呢，伊好国关也无要用，吼、哦，伊啊你家己本身咧讨论的呢，你来回避啊。个另外七点的时呢，有重要议案，重要议题是啊三分之二，就连带来底吼。三分之一啊！美国若无要支持呢，所以要用重要法案，你若无法通通过三分之一，你干啦？迄是国际局势经过这个变化，所以迄当然好用踢出来。但是为什么呢？所以人会敲电话问我讲：啊，伊就是流氓政府嘛，台湾毋是本身的领土嘛，所以是流氓政权的时呢，当人国际要承认时，伊就无多啊。乖乖的，即个只来只咧装进自强啊！你各位知影无？或者1972年就死第二届啊，第三届死伫底，系死伫台湾。吼、哦，会当预告，个中华民国的第三届就死伫咱台湾。有今年是甲午年啊，120当前的时喏，清朝甲日本战争，清朝战败，把咱甲澎湖隆重挂予大日本帝国皇帝。迄阵啊，挂号的时，若无征求咱的祖先神明的同意呢，若无呢，或者挂号人挂号人啊，尤其这是殖民地啊，台湾是一个鸟不语花不香啊，人无语路无情的化外之地啊，可能看了瀑布啊，看了瀑布啊，都挂号人去啊，就挂号大日本帝国皇帝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日本呢统治咱台湾的时阵，老实讲，咱拢有。这个日本这个血统一滴的50年嘛，所以包括讲我本身1940那是算昭和15年啊，昭和15年，哦，所以我那是讲起来是算日本人啦。但是不懂，中华民国用赶出来的时阵呢，美国是讲你代表缅军之的关东军来那甲日本受降，接个。唔知伫中国大陆用挂出来，无多人走，伊来即来遮，死伫即来遮，赶紧遮糟蹋你啊！来美国迄阵啊，无时间通好照顾遮。美国迄阵就是讲，何里来维多安那呢？维多即个共产国家做即个一线，即线连内底吼，即一个点，
这战略上真重要。啊，蒋介石咧讲啊，讲我吼替恁啊围堵这个迄落共产国家，所以迄阵啊第七舰队过来，又叫做中美防御条约共同防御条约，甲恁骗呢。迄阵啊，就啥个讲美国，你安那台海舰吼，卖哦迄边过来，啊我呢也袂要反攻过，但是呢对咱内底讲。我们要反攻大陆，一年反攻，二年准备，三年扫荡，五年成功。你这个考核来对，咱从细汉七八派呢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就反攻，反攻，反攻大陆去，到哪里去啊？结果的时阵吼，拢骗人啊！骗开是海湾，湾早入到入到这来只，壮阿强啊，十五档啊，就是第一个考核，第一个政策来对。甲人讲，恁现在呢，都迄个政策叫做整肃异己啦。啊，结果甲美国讲讲，我无要过。啊，甲人讲呢，我们要过去。结果你即马吼，较早人讲要反攻大陆是用枪炮呢，而且毋是呢，叫一寡迄内底吼，伊也含要啉红酒呢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把酒言欢呢。啊，阮较早期为着讲要反攻大陆，即个只违法的政策在两边呐。弄得真侪吼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哦。但结果他们所有以前的讲遐共匪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底下你啉红酒呢？咱身为大人，你想看嘛？这是很残酷啊，你知影无？我偌济人伫内底，因为你要反攻大陆，阮大公不阿同反攻大陆，结果是偌济人安尼，也枪毙也枪毙，解了也解了。今仔咱还阁有这个性命，还阁会当回中原啦，还阁有机会带咱当民族这台同心台三甲斗阵，要为台湾努力拍拼。所以中华民国是安尼，咱长时间伫这教育内底被洗脑，唔知伫骗骗好大，你知影无？伫咧骗为啥？你敢骗骗到即阵啦？啊，咱戆戆，所以出来的时阵吼，阁参加。因安呢？民进党伊啊，民进党以前叫公正会，啊，民进党的时候当然呢，咱受过劳，百分之百爱支持本土的。但这个党成立的是伫燕山啊，燕山是啥物开的？宋美龄呐。啊，你伫人国民党迄个核心开的所在伫咧开会，哦，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拢足清楚啊。啊，为啥物个选伫遐呢？啊，台北市无一间饭店嘛，一定啊选那遐吗？结果内底各位知影吼，伊个党旗用啥？就是十二路，咱台湾藏在十二路内底。我唔知讲这三人设计、三人规划，啊，怎讲过？你台湾藏伫十二路口，迄是外患啊，风险外难危险啊！表示咱台湾的前途何去何从，没有方向感啊！因开始咧冲动的时候没有方向感啊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咱拢唔知呀，咱拢戆戆，对不对？一直咧参与民进党抗争运动，所以伫咧几十党内底吼，大小战役啦，我拢有参与。因为受难者一直讲想中华民国关结束，国民党会当赶出离开台湾，一心干想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加入民进党的心吼，咱是一直讲啦，出钱搁兼出力，一直袂错啦。所谓抗争活动拢参与，但是咱也比。出卖你知影无？我简单讲咧，比出卖啦。迄个阮抗争老七，各位啊，少年咧也唔知啥物叫老七咯，就立委国台干委啦。迄阵啊，四五千个咧，敢领部长级的薪水啦。伊安有啥物咧？国台吼，中国大陆三千几个官吼，比一个官还有一个国台，所以讲咧，国台咧三千几个敢食了屁个哩嘛？各家入去咧，千外个干部啊，干部啊，这几啊百个呢，迄拢食了屁个。所以阮呢，抗争，十几万人为台大遐直直行，行十三点钟半，从伫这个台北车头休困，佮行一个树林，佮山脚迄样炸起来，你知？炸起来时阵吼，整个部队伫遐咧等啊，等消息啦。有情报警察拢伫山脚，无法度互你去山顶控遐老贼啦。结果呢，阮回师困伫底，困伫林森北路，台北恁啊，台北知影吼，香槟拢咧卖食啊遐。
困伫遐吼，困到三个半暝吼，阿伯来讲，啊，错当呀，啊，头前安怎？我讲，头前啊，伫波波讲，都唔知影，都无动静咧，吼，搁困啊。甲天光的时阵吼，阿伯讲安怎？啊，走了了，头前走了了啊，遐带队的走了了啊，你要走，若无甲这部队讲哦，来哦，已经结束啊。结果今日的报纸安怎顶哩啦？吼，咱民进党的迄个领导者吼，夜奔敌营啦，有看无？夜奔敌营遐忙小代志啦，如果我部队得地，部队卖个空军啦，结果安那敲两个干位啦，一个民进党第一任的主席叫江鹏坚，江鲁书记人格者啦，这咱我拢认同。第二三人知影无？即马伫摇摇摆摆，即马伫国民党迄边咧做干位，叶耀鹏啦，签两个干位，敲两个干位，那牺牲咱抗争的意义啦。所以咱民进党被出卖吼，搁是上大战的就对啦。阮家己袂信哦，民进党也台湾自民自觉、自民自决。我想咱的同心啦，听着讲自民自决吼，应该那是加减也能接受啦。吼，虽然呐不太爽啦吼。因为安那牛甲马吼，拢乖乖降调的时阵吼，恁会感觉安尼无啥公平，但是还阁忍受。但当然嘞，1999年的时呢，甲咱改，阿拉改你知无？一国语文内底，甲台湾著名改做啥呢？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这哪会当接受呢吼？因为咱本来就怀疑讲，咱大人会当当家做主啊，会当迄落。但是呢，会甲啥呢？伊个国号叫啥？叫中华民国。各位，我都接受无？我懂，是不是呢？所以顶半句的时阵，咱可能才松三秒尔尔啦。下半句迄个，咱的国号叫中华民国的时阵哦，咱就气一世人。民进党今仔要用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就出卖咱台湾。1970年，当联合国要把中华民国挂出来的时阵呢？美国派郭伟清来讲，有局势的变化，希望恁降落来啥呢？普通合众国，安理会协助，那中美英华苏这五国，迄、那个安理会协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看你好无？伊当然台湾阿片又搁加两块石头啦，就金门马祖啦，就是你中华民国领土是安尼啦。但老蒋的心哦，讲袂使，汉贼不两立，各位。吼、哦，咱老一辈知影，叫做汉贼不两立，伊复国掉伊。我即摆想讲，迄阵复国吼，可能上帝来讲诶，讲你毋通答应吼。今仔日民进党竟然安那呢？伫迄落40多当前，蒋介石伊无答应这个代志，诶，今仔日民进党啊出卖咱台湾，甲答应讲中华民国台湾，台湾对中华民国，各位，这毋是出卖咱台湾吗？中华民国所有宪法内底，甲中国迄边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抓头甲抓尾，拢无咱台湾是领土。今日民进党为啥为着选举的时阵吼，甲甲三甲做伙，内底内奸嘛？如果咱民进党是了多元化的社会，多元化的政党，共产改成义正言辞啦，我咱多元化，所以多元化内底有无同款的主张？你不是一言堂，诶，讲起来有道理呢。但是着人利用这点，该讲入去。咱阿英啊，选书，因为对中国政策吼无较亲近，啊，甲含国民党对中国政策吼无够贴近，讲什么笑话啊？今日选去台湾的台湾，中国的中国，你讲啦？阿英咧选的是伊唔敢表明，就是安那统独之争。你若要支持咱台湾人家己做一个新，你卖讲独立人吼，新的一个国家的时阵呐，会当加入国际社会，也是要和中国统一。那你着选国民党，选马英九，啊不着选我，伊唔敢安尼讲嘛。这个选书的时候，美国迄台遐报纸安怎讲呢？讲表示安那呢？马英九选赢，表示台湾人真侪多数拢是要和中国统一啦。你咧算的是讲安尼表面吗？无啊，有咱也健康规矩啦。到人家中国人哦，吃饼安尼啦，你个划分出来表，内底人就讲袂使，
咱的族群划分、意识形态袂使，咱来选中心选票、中心选票，叫人流失去啦。你若跟他签名的时候，老实讲，咱台湾不是所讲的大龙遐戆推戆推啦。今仔重要关头的时候，老实讲，伊那时呢，这票怎变来等？但你无咧讲啊，而且无敢教育讲，咱台湾那个是美国的占领啊，无人知啊。其他各位，咱来受过课了，恁较知讲吼，佮包括我那是啊，我来当参加当兵，就较知讲，嗨，我来十当来对拢给了那嘞，空前给了啥拢给了那嘞，你讲啦，迄个无了把咱台湾扣入国际社会内底啊，国际地无能行出去，伊安那呢？咱有中主国北条嘞，所以无怪阿扁啊，当选总统的时吼，美国的处长吼去三楼。因为三楼，阮有去过啦。三楼一个固定厅，阮就坐伫遐食饭吼。去三楼办公厅呢，你这个不能说，那个不能讲，这个不能说。吼、哦，即马较知影呢。以前咱个五阿扁也讲，你这个总统啊，你也唔敢呢，也唔敢呢。什么什么几部没有，几没有，拢讲讲遐五四三。原来就是那呢，美国伫遐指点，来压着，伊唔敢讲啊，伊唔讲啊，这是美国个意思啊。所以台湾就无主权嘛，咱所以选的总统是咱内底家己咧选欢喜的啊，讲咱是一个总统啊，所以这选的那个中华民国选谁，你知影无？所以比中国人啦、啊。为什么呢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简称叫做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简称叫做中国。所以民进党是咧变成中国民进党，你知影无？咱头是讲的本土的政党，咱怀疑讲。三甲内底吼来拍倒国民党，但是呢，你体制内底你无通翻身嘛？你去体制内底，你看派党骨下入去内底大熔炉，你无通游出一个好的生态出来。啊，所以吼，你感觉讲，我从民政府了的时阵呢，一直咧呼吁，所以中心大家认清楚就对啦。唔是咱对民进党本土的民进党为什么你看呢？有我的主亲的民进党员啊，今日我老公选票推动的时阵哦，意思无报马紧呢，讲我这民进党的代志，含你也无关系啊。但当我无推动的时候，唔是，我也是党员哦，虽然我投民进党，但是呢，这是党内部代志啦，我有关系人讲啊。如果今日我公开安尼讲，你们看，咱这是对外国际上马上直播的，你知道？所以你知啦，咱袂当恶别讲话啊！我开始知讲安那呢，即马上直播出去，又顶礼拜、甲顶顶礼拜，拢有巴西的咱的中心，就是咱的那中央的，伊讲离开台湾三四十天啊，伫内底看到咱的演讲，看到咱讲这个台湾民政府这個，所以打电话伊那讲安那，伊为着要看这个暗时啊，暗时来看。因为咱在日时咧讲，迄边暗时啊，巴西啊，所以就要听咱课。啊，我讲啊，你是啥物时间咧听？伊讲拜六个礼拜，拄啊咱电早的时阵啦。平时讲课是我有伫高级班咧上课，但伊爱讲咧拜六礼拜啊，拄电早。所以电早是我用的题目无共，希望伊等待哦，甲迎接新时代来临啊，新时代来临啊。所以巴西人喺度看到，我加上哦，连遐都看啊，甲美国。拜四的时阵，阮伫迄个宜兰搭车啊，就召集咱呢郡守、甲副州长来扩大会议。如果咱啊外国人来时，要来地方南边啊，迄、那个位置边啊坐，阿边啊讲边啊的，咱先做这个演练呐。所以阮伫迄个多拜四尔，伫迄个搭车啊一间饭店，叫老爷饭店呐。我伫遐开的吼，在你摊只有看一个迄个场面嘛吼，老爷饭店哦，伫阮开的出来耍吼，有迄个穿和服的，啊加三个太太，怎样做？我那会议出来，秘书长都已经先去便所，我会议室出来时哦，迄个讲啊，你了赛场哦，你蔡先生，我都唔捌你啊，我讲伊讲哪个讲？啊！你，阮海外王就看你伫了台湾民主的演讲啊，吼、哦，加一个阮爱美国回来呢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廖英太太讲，
啊，恁敢是恁这就是参加迄个林志升，因迄个控告美国的，对啊对啊对啊。啊，另外一个讲，啊，谈下林志升就多为变数出来迄个啊。我特别要找伊找秘书长来互介绍个熟悉一下吼。啊，秘书因先走啊。所以可见安那呢，你也是有伫个场合内底，咱呐，怎讲，伊伫美国回来，伊就看咱伫这个咧上课这個。所以我讲，伫讲课时阵吼，咱袂使学别讲，拢爱有一个事实，咱阿讲。啊，这个海外，同这个时间，海外关心咱台湾人，拢会看这个节目哩呐。虽然各位，当民政府的时阵，今仔日成立啊，甲大家拢上课，你后过来点招，有一个意义嘛？由于美国。六月、七月、八月，这中间几百了后时，吼、哦，有可能一个真大震撼弹，也就是宣布，这宣布对奥巴马宣布，这老大必须等于功劳啊，吼、哦，我的意思讲，伫今年内底，咱台湾的政治官，国外卖讲，国外一定有的啦，但本身咱台湾，因为去年我来讲，今年是一个甲午年。多一百二十年，甲五年，以前那是1894，来今年呢2014，你时间上那遐来卡下边个呢？有人过了2006十月二十甲七阵咯，一直朝直直摆直发呢，哎经过呢，然后呢，美国接受这个事实，啊咧安排，安排到今年吼，有改成功。到什么天意呢？啊，今年多少个加五年呢？个美国要重返亚洲呢？为澳洲要挑的要重返亚洲，重返亚洲是要对啊日本嘛，个台湾，因为咱台湾是个占领国嘛，伊台湾这个所在卖点的防空母舰，因头老实讲吼，包括中国，包括美国，一中国伊阵啊头，因为台湾一块啊尔。地图看过来一块尔，现在中国大陆一省拢比这俩几十倍啊！所以看是周恩来伫1949年十月二九，为对外昭告世界的是讲啥呢？讲迄个国民党的积极分子哦，已经脱离安那脱离因的国界，哦，中国就对了。周恩来讲的，逃亡到哪里？大家注意听哈，逃亡到他国领土。哎，奇怪呢！啊，照着台湾看，这个他国领土啊，就来这来讲啊，逃亡到他国领土，所以事实上，到法理上，他已经不存在啊。在1949年德蒙的时阵哦，就来这可能过台湾一点年啦，我中国遐大地来好了啊。所以讲讲了，逃亡他国领土，那不就连台湾是安那，是中国的领土嘛？所以来搞足清楚的。所以为什么要逃亡到他国的领土？个这点也是美国当然是，老实讲，看台湾的这点也无误啊。好像讲是安尼太平洋这底下小来，但安尼呢，日本发动这太平洋战争的时阵，迄功夫里边呢，迄、那个机场弄个密密麻麻的，飞机队为咱台湾起飞啦，个包括弄印尼啦，所以马卡赛时阵呢，有的大战了是对咱台湾这个起劲的是安那呢？以后咱台湾弄个面貌出来，咱的特工队也脱个带啦。特工队弄个面貌嘛是喏，伊对台湾有惊呢，讲好靠台湾遐猛嘞，遐勇啊呢，对不对？甚至几只飞机个载里边弄军舰弄啥？全副的兵的心咯，多加出两只，出那遐人讲，和咱在台湾去的飞机弄个面貌嘛。所以现在美国开始讲，哟，台湾这个所在地图看遐小小啊。这个是那日本哦，南进的基地呢。哦，这台湾遐重要，所以把那对台湾的慢慢重视，你知道？所以当初要反攻的时阵，伊安那呢？台湾这台车用飞机来炸呢，无要阁受台湾这台车浴血之战呐。当初硫磺岛的时阵啊，硫磺岛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日本和美国是战甲吼，为着要动飞机机啊，美国机啊用起来时喏，死伤偌济了。所以讲，去年九月七日去参加迄、那个、
迄落美国迄落咱个迄个记者集会时阵呐，迄个阮伫华盛顿 DC 可以参观，伫硫磺岛，美国迄六七个迄个雕像，雕像了有够水个对啦，栩栩如生啊！嚯、哦，雕像有够好，就伫硫磺岛。所以美国迄阵啊，先台湾这个所在呐，伊若过来遮吼，过来见一届吼，阿美国唔在边呐，所以马卡山呐就越岛攻击。拢跳过台湾，你知无？所以做来日本，就是咱家己的母国，为远东，就是调两艘远东军来精锐部队驻伫台湾，就准备美国吃命。但美国伊在跳过，伊下面嘞，就攻到敌人的门口埕，吼、哦，就是攻伊屋企那话。所以这是个人，咱台湾的命运就先跳过。那如果美国按照讲，像伊在攻屋企那话，阿是人攻台湾，迄阵咱美国占领。咱有几下状况，有个人想搞联络搞托管，有个美国继续托管，还是伊阿公互人家主题，互家己选择，迄种未知数啦。但是咱的命运就是呢，总跳过了先哦。马克思一号令叫蒋介石用远东军来暂时安那呢，来只甲日本受降。那会知影整个的世界的变化，因伫中国用挂出来。无路通走，全世界上大的难民潮。但伊只难民的心哦，人是难民啊，排嗲些，伊个敢排枪你干呐？那即条难民的心呢，有枪，虽然在屠杀咱二百几个，屠杀几十万人诶，咱用台甲惊着了。咱当然嘞，咱的精英啊，咱的医生啊、律师啦、啊、老师啦、啊，这数字背。在1947年的时候，迄台个真威武后代，唔敢出来认的啦。你看这是外那恐怖哩个啦，卖讲阮白色个啦，吼、哦，阮这有名会中原的吼，卖讲啥啦，干那伊也多杀遐济。所以，伫国民党伫咱即来只敢吞大嚼塌的时阵吼，老实讲，咱的目屎拢干嘞，咱伫咧期待啥？期待有一天。是哪一天？我们希望什么？我们等待什么？咱希望，就美军会早日关伊一摆，因为美国是你当初叫用军舰去载中华民国遐军队过来，但是咱各位必须能讲用咱啊，咱大民众各美国的心，就希望啥？希望你吾阿呢，你甲这些人再造。要再对是你美国的代志，我们等待什么？等待其他这笨手，哦，你美国替咱清60几档来，伫其他这所绑的啦，所留落来，所三星落来，这些笨手呢，恁一点吼拢敢清走，这是我们的希望与等待吼。哥，我时间过啊，都无注意看吼。我正在咧讲，伊家 BNA 是讲 OK 啦吼，我等到个三分钟啦，啊，结果是讲时间到吼，啊，迄个因为都要食饭时间啊，所以若不讲完咧吼，老大有机会大家来接触，我们是在希望你等待，大家一定要有信心，对，大民众一定要有信心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啊，楼卡会当用餐啦，谢谢。